新朋友左上角可以按一下关注哦，老朋友右下角爱心刷起来。大家晚安，我是巴黎姐姐。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大的活动要回馈给各位哦。有没有老朋友、新朋友要跟我打声招呼，让我认识你呢？跟我打声晚安哦，说声晚安 ，Hello Hello， 晚安哦，大家晚安。吃饱了没啊？而且今天有寒流，对不对？外面是不是天气变很冷？好，欢迎进入直播间，欢迎 Y R Q Y P S E Q， 哇，这个账号很厉害哦。太酷了，晚安，晚安。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跟我说声晚安，跟我打声招呼，让我认识你们啊？我用过的账号我都会记得哦，好，记性还不错。那你们在，你们现在在哪边？外面会不会很冷 ？Hello， 朱莉亚，晚安。我朱莉亚是你的老客人哦，忠实粉丝。现场见面哦，我们今天晚上呢，等一下呢，开始要回馈给各位的是要抢标活动，抢标抢什么呢？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女生一定会用到的卫生棉。好，接下来我们要抢标的，抢标的模式呢，就是卫生棉呢原价199块的卫生棉，我们今天抢标回馈给我们的粉丝们，一包只要多少？39元而已，卫生棉一包39元。这个卫生棉是凉感卫生棉哦，它是韩国的品牌，大家应该看过吧？韩国的大品牌，一个是明洞的哈，也还有一个是叫做 DMK 的，它是凉感的卫生棉，原价99，我们等一下让大家抢标39元带回去啊、哦。好，新朋友呢，左上角按一下关注我，老朋友右下角爱心刷起来，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到你的。IG 到你的 FB 到你的 LINE 群组里面啊、哦，好，还有没有朋友跟我打声招呼的嘞？有没有老朋友在线上啊？有没有老朋友在线上跟我说声 Hello， 大家晚安？有一些老朋友有一阵子没见哦，那今天好像疫情的人数又有点多一点了，对不对？这两天的疫情呢，啊、会造成就是啊、大家有点紧张，对不对？可是没关系，我们今天有推出的新品。我们今天有新的产品哦，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抗菌的洗手皂液，抗菌的洗手皂液、哦、大家一定想说，那抗菌的洗手的东西不就很简单吗？干洗手也是抗菌的、哦、消毒抗菌的，但是呢这个是不一样。有人听过皂液吗、哦、手工皂大家听过对不对？然后沐浴乳也听过对不对、哦、洗手慕斯大家都听过对不对？那有听过固态皂皂液吗？一定很多朋友头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没有错，它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在市场上现在非常少的固态皂皂液。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会跟各位介绍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尤其在我们疫情的时代，为什么要用到它？今天呢，有大瓶跟小瓶的，好，当然我们等一下新品上市呢，也会给各位很福利、很福利的优惠给各位哈。Hello， 大家晚安哦，欢迎进入 APP 巴黎小姐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线上人数来到700多位啊，750，哇，750位的朋友哈、哦，有没有老朋友跟我打声招呼的？那新朋友呢，也让我认识一下你的 IP 好不好？让我认识一下你的账号哦。你们那天天气会不会很冷啊？然后呢？天气变冷了，看外面都是凉凉冰冰的。那、啊、好像是北部的话有下雨，而且更冷，对不对？在北部的朋友有没有？南部的朋友呢？有没有？你那边的天气现在状况怎么样？
北超冷的哈，哦，很冷 ，PC 样啊 ，PC 样来了 ，PC 样来了哈，那我们的粉丝，忠实粉丝来了，很冷，对不对？台北北部都很冷，有没有下雨？台南很冷哦，真假的？台南呢、欸？台南会这么冷吗？新北是 Apple 说新北是目前干冷。1100人 China Taiwan 123说高雄的短裤加外套，哇、欸、高雄耶、欸、高雄短裤加外套，那现在是处于夏天的状况吗、欸、短袖再加外套、欸、短裤加外套，这样是还好而已吧，哦，等于是说我们夏天的装扮，然后再加个外套，对不对？但是骑机车的朋友，我相信一定很有感觉。骑机车，骑机车肯定会淋不穿哈，会冷的哦。嘉义也很冷哦 ，Joyce 说嘉义也很冷哎、欸。我们台中有吗？在台中，台中会冷吗？目前还好哦。目前还好，但是我知道我直播这边超热的，你知道吗？外面在两分钟之后。我直播哈，因为有灯光。然后呢，我这边又有那个热蜡炉，整个是热气腾腾的、哦、然后前面又有电器设备，我这边非常的温暖，很热的。哎，电风扇啊，电风扇可以拿来吹一下，没问题啊。对啊，因为我们直播机器会比较多、哦、我前面全部是三 C 产品，然后又是加热的东西，对，下面凉凉的。啊，每一个人的冷热度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冷热度，12KO03R6K， 欢迎进入直播间哦，头一次见到你哦，哦，新朋友哦。每一个人的冷热度不一样，高雄很冷，你看有人说高雄加个外套就行了啊，那那个12K 啊、哦、他就说高雄很冷，对不对？下面凉凉，上面咻咻。Apple 说新北是现在12度，哇哦，对，12度那个真的是冷的有感觉哦。OK， 那我们现在人数哇来到1000多人次了哈、哦，好，那我们首先来开场给各位，好、哦，给各位来一个抢标的好不好？来抢标的女生，也不是说女性朋友，你是男性的话呢，也可以抢标回去给你的啊、哦、家人使用，给心爱的他，对，给你的另外一半，给你的女朋友，给你老婆，给你妈妈，给你姐姐妹妹都可以使用的凉感卫生棉啊。那卫生棉我不用多介绍了，对不对？这个我今天让各位抢标的就是怎么样？它是韩国品牌的凉感卫生棉，好、哦，这个就是啊。韩国的，来看一下包装，我们等一下随机抽出来好不好？然后随机发，但是呢，我们的卖场就要先上，我们今天没有用特价，直接用改价。对，好，来，我们现在要开始抢标哈，原价是多少嘞？原价42啊，这一包42呢，我们今天让各位抢标回去哦，只要39元，39元。然后小帮手改价的话，改好跟我们讲一下哦。好。12K 什么？给小三？给小三是什么？哦，你说卫生棉给小三哦？哎呦，大物。现在那个王力宏事件嘛，大家对这个有点敏感，对不对？哦，主要是王力宏渣男事件。哎，12K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我们等一下等那个小帮手哈，他改价之后，我们就开始用抢标，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让十位朋友带回去，我们让十位朋友带回去，就可以用39元呢抢标回去哈。好，改好了吗？那改价要2分钟啊，哇，那我还要再讲2分钟的话 ，OK。那我们今天让各位抢到的东西呢，除了卫生棉之外呢，另外呢，再各位让大家抢的，我先做个介绍哦。我们还有抢标私密处面膜，私密处面膜呢，就是我们 MTV 巴黎小姐的主推商品哦。大家知道我们 MTV 巴黎小姐的卖场是做什么？很多新朋友进来，你肯定不知道说我们的卖场主推商品是什么。其
其实呢，我们是以热辣厨房为起家的哈。热辣厨房是什么？热辣的呢，就是说大家看一下，我听到这个声音。来，有听到这个声音吗？这个就是辣豆。辣豆的话呢，把它溶解之后呢，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锅辣。巴黎姐姐。刚刚老板不小心说，今天是剃鸡的日子，111年1月11日，所以不用39，只要12块。12块啊？对。哎，各位朋友们，我得到最新的消息哈，老板说卫生棉只要12块，一包卫生棉12块就让你抢掉回去呢。各位朋友们，听到我刚刚说39，是老板过来说只要12块，真的12块哦，12块也是赔钱赔很多的哦，这个是赔钱的哦。各位知道卫生棉的行情吗？对不对？你今天到那个大卖场哦，宝叉哦，去超市去买的话呢，这个价钱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我们的卖场已经很便宜了，今天是赔钱，让你12元抢掉回去，抢掉一包哈、哦。所以大家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没，小帮手？准备好了哈。好，那倒数喽。好，倒数抢。3、2、1。好，大家赶快抢起来！我们给10位朋友好不好？10位朋友让你抢回去12元的卫生棉，12元的韩国两百卫生棉就让你带回去哦。来，手要快好不好？10位朋友而已哈。好。加油！好紧张呢，每次都是紧张。你的秒数也射很长，你到底射了几秒？我们这个小帮手，我的妈呀，真的是。我让大家保持紧张的心情。对，大家按起来，按起来哦！看一下这个洗牌的，但是稍微瞄一下，说有一个哦，那个谁，那个 morning， 说你很漂亮，谢谢你哦，看到了，收到了，谢谢你。参与了哈，那你秒数也设太多了。大家要保持紧张的心情，会不会中呢？会不会中？哦，是不是？好，加油，大家抢起来哈！今天呢，我们现在在抢标的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们，我们抢标的是卫生棉，韩国的两百卫生棉，左上角的购物车里面，面不改价，有改价哈。好，我看一下价钱啊。你确定有改价吗？抢标不能改，可以改价，可以改啊。用抢标价格再出价。是哦，要用出价的方式哈。好，那各位朋友来，我看一下有哪10位得奖者，好不好？来，有中奖的朋友们，告诉我说我中奖了，好不好？说一下我中奖了，来自己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在名单之内。10位朋友们中奖的，告诉我中奖了。我看到有老朋友哦，对 ，Julia 说中奖了 ，YPYRQYG54321，ID95050705070说中奖 ，PC 一样中奖的 ，PIG6758中奖的 ，Joyce0978，HSU， 好，我们中奖的朋友呢，我们等一下哈、哦。左上角购物车要用出价的方式让你出价12元哦，哈，知道怎么出价吗？知道的，你知道怎么出价吗？有没有人不知道怎么出价的？好，然后因为你有中奖的，对不对？来，帮我截个屏，好，截图，帮我截图，哈，就是说你有中奖的，你有刷我中奖的，好，这个图刷截下来之后呢，好，然后去做出价的动作。出完价，把你的截图发到聊聊里面，好不好？这样子都会用哎、欸，不知道怎么出价是吗？好，来，我教各位出价一次哦哈。现在左上角是不是有看到有卫生棉的？好，42元点进去，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当然要先聊聊，先点聊聊，不是加到购物车哦哈，聊聊。接下来呢，是不是会跳出来这个选项网红推荐啊、哦？然后它下面42下面有看到出价两个字，点进来，好，点进来呢，好，再来就是我们点
包装的，来这个紫色包装夜用型这个，把它点下去。好，然后下面是不是有出现单价？本来是49，灰色的49有没有？把它点一下，你就写12元，然后按出价。这样子呢，在我们的聊聊小帮手就可以收到了。好，我们的聊聊小帮手就可以了。现在出价 OK 吗？这样有没有人不知道怎么出价的？我这样讲 OK 吗？讲完了没关系，讲完了，就是他们等一下才会下单。待好，等一下才下单。我们要不要把电脑拿出来？我们的笔电在哪里啊？来，把我的笔电拿出来，哥。各位朋友，来，我们的小帮手是新手，小帮手是新手呢。那刚刚在会议的当中呢，他听不懂我们在叫他改价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想要的东西还是用出价的方式哈。好，这样各位朋友哈，不然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把我的电脑拿出来。现在要不要改价？哦，打败了。来，朋友们等我一下哈、哦。来，会出价的朋友 OK 吗？哈、哦，那有两位朋友说不知道怎么出价，对不对？那不知道怎么出价的，稍等一下哈、哦。好，来，接下来呢？来，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说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产品。来，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是什么？好，一直样说传好了。艾比说已出价了，好，对，这老朋友都知道，但是呢，记住一下我们卖场哈、哦，满199发货哈、哦，199发货。好，那接下来呢，来各位，我手上这个叫做什么？这一款它是最新最新的洗手皂液。那大家会想说洗手皂液是什么哈、哦？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啊？我写给各位。这个叫做液态皂，哎，你帮我拿一支有水的，有水的，这个叫做液态皂，液态皂，很多朋友你觉得不知道什么叫做液态皂，那你会有听过说手工皂，还有洗手慕斯，还有香皂，还有什么东西的之类的，那液态皂呢，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介于手工皂跟不太一样的液态皂，就是手工皂它是硬的固态的，对不对？好，那如果像我们沐浴乳的话是滑的，是滑的，可是液态皂呢，它呢不是滑的，洗完之后呢手是很保湿的，然后它做的 过程是非常的麻烦的，在工厂呢，他要做这款液态皂出来的话是非常麻烦的。它的这个做的过程呢，我跟各位讲一下，你知道吗？它里面呢使用的成分呢有最萃取第一道的橄榄油，橄榄油萃取第一道的橄榄油，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要用的那个精油再加上去，然后呢混合之后呢，还要人工在那边固那一桶。固那一桶液态皂，固好之后呢，要看它的温度哦，它温度哈就是顶多到比如说50-60度，就是固定在这里，温度不能跑掉的，因为跑掉它的成分就会变质。然后呢，要在它温度可以之内，然后要再加一些东西去稀释过去。所以它这个做工呢，在工厂来讲的话，对于工厂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麻烦很多事。所以呢，我们今天把液态皂这个东西推出来，最主要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不是疫情又开始有点起来了，对不对？里面呢，帮我们准备好了，还有抗菌的成分。它抗菌的成分呢，这个名字有点难念。这个抗菌的成分呢，叫做苯扎利胺。下次我再慢慢研究一下这个苯扎利胺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抗菌的里面的成分呢，它是新加坡政府所认可的一个在产品里面可以添加的东西。所以呢，里面呢全部是天然的，全部是天然的液态皂。
洗了手之后，你会发现说它不会色，尤其像我们常常在洗手的，你一天要洗十次、二三十次的。如果你是做餐饮业，一直要洗手的朋友，你的手肯定是又干又裂，不舒服。还有一些像富贵手的朋友们啊，像你的手常常都会又干裂，你一定要用这一款液态皂，因为液态皂呢，液态皂它最主要就是帮你做保湿，然后抗菌，再来它非常的好冲洗。所以我们这一次呢，除了是吸收物质之外，还有呢，这个是沐浴的液态皂。好，那这个液态皂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黏腻的状况哦，所有都可以做哦。改价，你有改价会不会改啊？会。廖总，那跟你讲都没有注意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液态皂。误会。我们这个鸭头来讲的话呢，鸭头呢它是好的鸭头，这个瓶子不要丢，这个瓶子比较贵哦，瓶子很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液态皂，你可以看一下它挤出来，非常的黏腻。这个泡泡有没有？非常的黏腻，有没有？这个就是洗手的液态皂，洗手液态皂。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慕斯液态皂呢，它就洗起来之后，让你的手是非常的保湿。如果你本身对于洗手已经很抗拒了，对于酒精已经很抗拒了，你的手需要做保养是需要这个的。好香啊。那像我们呢一天当中呢，我们要洗到二三十次的手。如果说你的手产生了一些不适合的反应呢，你记得要换液态皂，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效果哈。你看我这样冲洗，它可以很快的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再用毛巾或者是面纸把它擦干之后，我的手马上是水水嫩嫩的，很像你上了一层护手霜的感觉哦。卫生纸拿过来哈，我挤的有点多哈，是用四级给你们看，挤的有点多。它用量不用那么多，还蛮省的。好，所以今天的液态皂呢，来今天这一瓶，这一瓶，我们的卖场是多少？哎，小帮手又跑了，我们的卖场购物车要上来看一下，购物车在第几号？各位朋友们，有人听过液态皂吗？没有的跟我说没有，好不好？来，我们液态洗手的液态皂有两个，一个是洗手的，一个是洗澡的。好，来洗手的话呢，目前呢就是有分大瓶跟小瓶。大瓶的话，你可以放在琉璃台，放在你的厨房，放在你的洗手间。小瓶的话，你可以随身携带，外出都可以使用。今天在直播的时间呢，我们新品上市，新品上市，来给各位一个优惠价。我们今天呢，原价是499的大瓶的，小瓶的话是99。价格是不是设错了？我们小瓶是199哎，该不会他要卖我要我卖99吧？小帮手，你的价钱有没有设错啊？小瓶的原价是199，现在怎么跑来99？199，价钱设错是吗？不小心打太多折。赔钱赔太多了，好不好？我们新品上市，折扣给各位，499的大瓶，大瓶499，我们今天新品上市，直接不用，直接给你299，这一瓶299，好不好？小瓶的，我们直接给你，我们原价199。别跑啊，我还没讲完价钱又跑了。199，我们今天小瓶的直接给你169，来改价。好的。
然后改价之后你直接下标，好，好，然后呢，要的朋友们哈，告诉我你要多少钱的加一，好，比如说直播价到几点啊？我上播的这段时间，我今天会上播到8点多哈，那我在这个直播的时间呢，就给你这个特惠的价钱，好，那要的朋友你就直接，比如说你要大屏的，你就。你要大屏的，你就299加1，你就刷299加1。再来小屏的，你要说169加1。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一样，等一下你有截图发到聊聊呢，我们才会给你这个价钱。好，直播当中才会给你这个价钱。还有就是说，如果我等一下下播了，可是你还有东西还没有结账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给你直播的价钱哦。然后呢，这个评价的话，麻烦你评价，就是各位朋友们评价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直播价给贴上去，好不好？不要把直播价的价格给贴上去。好，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粉丝通常会去看我们的产品评价，大家都会去看，对不对？他会发现说，哎，他怎么有人买299，他要买499，这样就完蛋了。有人买169，他要买199，这样我们很难交代，你知道吗？好，所以说各位呢，你要的话就是帮我截图截下来，好，给我们，好，私讯聊聊小帮手就行了，啊，不要发在评论上面，好不好？好，有299加1，对不对？好，对，没错，好，这个一瓶两瓶哈，其实都备用，都是很需要的。好，这个是我们新品上市价才给各位这个价钱哦，不然接下来呢，价钱会调回原价哈。那我们小帮手改价改好了吗？后台改好了，后台改好了，对，你的99还在那里啊，为什么改不了吗？后台已经改了，还在等是吗？对，好，就像这样子哦，像我们的那个好 PC 样有写299加1，然后 Julia 说299加2，对了，买两瓶，对不对？这是洗手的部分哈。好，那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洗手慕斯？有用过我们家产品的朋友们就知道哈，我们推荐给你的绝对都是日常生活的好用品。那像这个洗手慕斯，因为它本身是天然的异皂、异态皂，很多朋友绝对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其实就像这一瓶是那个慕斯漆，就是可以起泡慕斯瓶，这支瓶子很贵。这个荷兰鸭头你知道吗？它这个鸭头很贵的，所以你不要丢掉哈。接下来我们很可能会再出补充品，然后呢，这个罐子你不要丢掉，洗一洗它可以重复使用的，罐子很好的哈。好，那液态皂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沐浴乳的部分。沐浴液态皂呢，本身呢，如果说你本身身上有长很多粉刺，长很多痘痘，然后洗澡呢，用沐浴乳都觉得滑滑的，洗不干净啊，或者是说根本懒得洗，就是随便搓两三下的，你可以用这一个沐浴液态皂，沐浴液态皂，其实它有去角质的功能，而且它深层的清洁，去角质在深层的清洁，你身上的那一些污垢呢，把你洗得干干净净。我现在洗澡每天都用这个啊，我每天用这个，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都可以洗战斗澡了，其实不太用去，像要去搓它什么的，我们直接呢涂上去，而且你最好用是那个，我都会用那个什么沐浴球，沐浴球呢把它起泡之后往身上这样搓搓搓搓搓，然后很快的就搓完了，对不对？然后你再冲的方式。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一下就冲干净了。重点来了，你会闻到呢，这整间浴室呢都是充满了薰衣草的香味。它是高档的薰衣草精油，它不是香氛，不是香精，它是精油，高档的精油。所以整个浴室好香好放松，你知道吗？浓浓的，那个薰衣草味道，你会发现好放松。再来，我们身上呢也会有这些香精啊，这些我们的精油味道，这些精油味道很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非常好助眠。如果说你的身上有这些香香的味道，然后又让我们洗完之后呢是非常的保湿，不会滑滑的，但是非常保湿，一样是沐浴皂的液态皂的特性，这就是液态皂的特性。如果说这一瓶的话，我们原价是大瓶的是499，小瓶的话我们也是卖199。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的话，要的朋友们一样就是下这个价钱，好不好？我们今天等同这个价钱给各位哦。还要改价吗？
好、哦，要改嫁很忙是吧？好、哦，所以我们要拿笔电出来，下次都用笔电出来哈。好、哦哦，那这各位朋友们呢、哦？今天是新品上来，好、哦，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液态皂这个东西，这个是新的成分，那所以在市场上来讲的话，你应该都见不到这一些东西，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在外面的有在卖的液态皂的地方呢，通常就是那种手工的工作室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制作的过程非常的麻烦，就是工厂，大工厂是不愿意接这个单的。大工厂呢，他会认为说，我机器在那边，我跑流水线就好了，我的那些罐装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东西弄好跑流水线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液态皂多麻烦，他要专人在那边雇那一桶液态皂，好、哦，从它的温度、它的成色、好、哦、它的凝固状况，要抓得刚刚好，然后再加上一些我们高档的配方进去，再加上抗菌的成分进去，才能做出这样一罐。他们也说。做高工的，叫我们不要做太多瓶。工厂叫我们不要做太多瓶。他说：“你们哈、哦、卖得好，我也担心。因为呢，他们耗费的成本太高了，做啰嗦的，然后这样讲了哈、哦。所以这个产品来讲的话呢，接下来是市场的一个新的趋势指标哦。这是新的趋势指标哦，各位朋友们哈。哦”你不用再局限于以前我们洗手的要用洗手乳、哦、洗手香皂、哦、沐浴乳、沐浴香皂，不用了。我现在跟你讲的最新市场的指标就叫做液态皂、哦、那你要体验到最新的效果，最温和的效果，让我们的皮肤酸碱值能够达到平衡的洗净力又够的，又能够保湿，又能够帮我们去角质的，好处非常多。再来，不对环境造成污染，你要冲洗是非常快的。这种产品叫做液态皂。好，我们线上很多朋友，可以看 Peace 杨说沐浴乳299+1，对不对？然后 Jean 299+2，对不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大家用了之后呢，就知道说巴黎姐姐呢跟你说的东西不开玩笑。甚至呢，我还自己还实验，你知道吗？我自己把这个液态皂拿来洗脸，好，买回去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回馈，好不好？我们买回去的朋友们，你要给我回馈，因为呢，我们这一个是就是出来之后哈，就是瓶装好的时候呢，其实它到我们公司里面呢，目前才不到一个礼拜，然后呢，我们就发送给我们的员工，还有呢，拿给我几个专业的美容的好朋友，让他们来使用。跟你讲，大家都赞不绝口，没有人知道这种东西。大家会说啊，液态皂是什么？液态皂是什么？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呢，就是你要洗了才知道。但是呢，他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说，哎，真的，巴黎姐姐超保湿的，又好香哎，这种是高档的精油的味道哦。那大家知道精油是有分的哦，高档的还有那种便宜化学的味道，你是闻得出来的。还有你闻到天然的精油味道呢，你再去闻那种香精的味道，你会觉得有点刺鼻，那个质感就不一样，质感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家里要对自己好，就用好的东西，然后对家人好呢，也要用这个好的东西。像还有一点，像那个小朋友啊，我们小朋友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在地上爬爬爬，然后呢就抓东西直接放嘴巴的那种小朋友，好，你的朋友里面家里有这么小的小朋友的话呢，我建议你也送一瓶给他，好，你也送一瓶给他。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这个液态皂呢，它是可以去清洗玩具的，好，然后呢，清洗玩具呢，如果像一般家长，他是不是会用酒精去消毒那些玩具？可是酒精消毒过后的东西，你还让小朋友塞到嘴里，你敢吗？
是不是觉得很恐怖？一定不敢，对不对？不敢嘛，对不对？可是你今天用液态皂去清洗你的啊，小朋友要用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的，直接可以抓小朋友再抓来吃，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是天然的，非常安全哈。这一瓶啊，还有人呢啊，有一些前辈啊，他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除了拿来当清洁用品之外，他还去洗。有钱人啊，有钱人可以拿来洗锅碗瓢盆，锅碗瓢盆。我觉得这个太像一个东西了。什么东西？这两个加在一起，真的太像我过年可以送礼的东西了。哎，对，过年送礼耶。是不是？这是一个好主意哦。感觉很赞哎，质感都提升了。没错，这个过年送礼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液态皂的东西，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戚绝对还不知道这个最新成分的清洁用品，所以你把它当礼物送他，他会很开心。哎，对啊，我可以带回去给我阿嬷呢。我阿嬷有没有？我会再收到那个新贵派，我会再收到白木屋了。我们常常都送礼，要送饼干啊、糕饼类啊、牛肉干有没有那一些？可是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我们带回去的是可以让他呢，抗菌，然后呢，环保清洁的，抗疫情的产品，现在是最受欢迎的，有分大瓶跟小瓶，然后大瓶的话呢，你如果说想要拿来洗锅碗瓢盆都 OK 那小瓶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外出随身携带，然后我们的沐浴的话，如果说你有过年要出去玩，你不想用那个饭店的洗澡用品啊，因为饭店洗澡用品来讲的话呢，它附的可能就是比较一般 local 的，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瓶，这个小瓶装有拿来吗？有没有小瓶的？现场有没有小瓶的 ？OK， 反正我们这个就一大一小哈，所以这一瓶沐浴皂还是有小瓶的哈。沐浴乳要等改价才下单吗？来，沐浴乳改价一下。来，沐浴乳现在改价了，小帮手改价哈，大瓶改299，小瓶一样改169 ，OK 吗？让我们直接下单哈，来，赶快火速去改一下。对，好，你现在加入直播间哦，你现在等于是说你有刷这个价钱，我就让你用这个价钱买回去。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晚一点才去结购物车的话，我们还是给你这个价钱的，给你方便，好，给你方便。好，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哦，大家不要错过，我再来挤一次这个。有人在点菜哈，好瘦手 ，OK， 我看到了，艾比要点菜哈，艾比点菜，我等一下说明了哈。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瓶液态皂啊，液态皂这一瓶慕斯瓶，它的慕斯是荷兰鸭头，这是很贵的一个瓶子，就不便宜了。好，然后呢，这个瓶子不要丢掉哈，有买的朋友，你这个瓶子不要丢掉。接下来我们会出补充包，补充包呢就把它倒进去哈，然后就直接可以继续使用哈。来，这个瓶子来看一下，它的泡沫是非常的黏。啊，杯子给我是吗？好啊，好啊，我用杯子挤哈。来看一下，要做实验的，还没有一般的。来看一下这个泡泡，看到吗？非常的黏，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非常的黏，有没有看到？好，就是这样黏腻的泡泡，但是用量不用很多嘛。我们的手呢，我大概都每次都压一下而已啦，其实它可以用蛮久的啊，你要用好几下也没关系，你就买多一点。 好，这个是值得你囤货的，因为接下来最新的成分呢，洗手成分就是这个叫做液态皂的东西。今天呢，在 APP 巴黎小姐的直播间呢，首先新品上来跟让各位认识这个液态皂，好吧，很赞哦。好，很香，好香的精油味道，真的真的很香，太香了。然后再来我们的手呢，你再洗几次，洗十次你都不会干。如果你本身呢有富贵手啊，好，然后那个手非常的干燥啊，平常都还要再怎么样，抹很多护手霜的朋友们，
你一定要用这一瓶，一定要用这一瓶，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保湿。那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店里面有一些客人来啊，然后他们去洗手间嘛，那出来之后就看我出来之后我问他说，哎，你刚刚有没有洗手？他说有，哎，很香，哎，那个是什么？然后我就抓他的手，我说来，你先摸你自己的手，有没有那种，润润的那种感觉，不会滑滑的，但是你可以感觉它是润润的。他说有，哎，有，哎，那是什么？好，我才跟他讲说这个叫液态皂。所以其实你只要有洗过之后，你就知道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哈。然后记住哦，使用过后要给我们评价，要回馈给我哈。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在直播的当中呢，这些有带回去使用的老朋友们，一定要告诉我你使用的效果好不好？然后我顺便预告一下，我们下周要干嘛？下周我们要抽。下周现金大红包。我们下周要抽。现金红包哦，6666刷起来，有没有很棒啊？太赞了吧！接下来过年了，对不对？过年呢，我们下周呢已经准备好，我们要抽现金哈。小编可以先抽一包吗？你自己上线抽，来，大家把闹钟设起来，好不好？好，现在虾皮推播呢有点弱，好像听说很多人收不到哈，所以你把闹钟设起来。下周二的晚上，来几号啊？看一下。18号，下周18号礼拜二晚上6:30哈，闹钟设一下，我们要来抽现金大红包哦，好不好？哎，666666，对，刷起来666哈，没错没错。传统洗手乳。哦，好，来，我们厕所有这个传统这个牌子，要不要挡掉？把它挡掉哈，这是一般的洗手乳，来来来，他牌洗手乳，来，他牌，我们看看它，这是洗手乳，洗手乳呢就是这样子，大家还记得洗手乳吗？滑滑的，洗完之后滑滑的，洗完之后手马上呢变得干干涩涩的，这个叫做一般洗手乳。一般的洗手乳，他牌洗手乳，牌子要给他挡一下，啊，随便啦哈，反正你们家有某牌啊，卖场买的哈，就是这样子，卖场，但是卖场绝对还没有液态皂，因为刚前面讲过了，它非常的麻烦，工厂都不接单的，这个只有做手工的人他自己慢慢做。手工业的啊，手工造的，他慢慢做这个东西，因为很麻烦，做搞刚哎。那我们好不容易呢，跟工厂一起配合，跟我们台湾 GMP 工厂一起配合，做了一系列的液态皂出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哦，各位朋友们，你不要小看这个哦，愿意有工厂线来做，你知道吗？这个工厂是台湾品质保证的 GMP 大厂。再加上巴黎小姐呢，这个品牌一起，还有我们的大学教授一起做的，所以这个液态皂之啰嗦、之麻烦、成本之高，但是没有关系。今天呢，在直播间让你新品体验，用这个价钱你带回去，你绝对会推广它，再来你会回购，我保证，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们的液态皂是这样。绵密的慕斯，看到啊，这样子，这个瓶子很贵的，瓶子很贵的，别丢哈。好，我们再来玩个游戏吧。我们再来玩个游戏好不好？我们来抢标。好，来，我们来抢标什么东西呢？各位，我们来找一个东西抢标，要不要？我刚刚讲什么？私密处慕斯，还有什么可以抢？来，这个可以抢多少？OK， 来，来购物车要上哦，你要让人家没有购物车啊，你不要拿没有购物车的用啊。但是你没有购物车，人家怎么下单？好不好？小编马上生出来。你确定？没错。好，还要改价，你有办法改价吗？对。
真的，这个直播主很操心的，你知道吗？直播主很忙哎，要讲产品，然后让各位抢标，然后后台小帮手又给我，还会怕不小心哎，让大家捡了大便宜这样。你们这觉得直播主好做吗？他们很开心有这样的小编。你们觉得直播主好不好做？忙得要死，你知道吗？好，来，我们现在人数989朋友，对不对？好，来给各位抢标，这个是什么？大家认识的人讲个话吧。认识这个的朋友们说个话吧，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哎呀，你们到直播真的都是绝对有好看，直播才有这一些东西哎。他们有我这样的小编就是最好的看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韩国面膜嘞。韩国面膜，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韩国面膜吗？来，给各位看一下哈。韩国最红的面膜，你看，试货的有没有？试货的就跑出来了，没错，没错，就是 JM 面膜。JM 面膜大家都知道，哦，睡眠面膜，哦，有人说睡眠面膜，然后说哦，他上次有抢到，对不对？哦，哎，它是不一样的面膜。上次我们给的是那个一支的那个是睡眠面膜。这个是韩国的贴整张脸的面膜，哦，这个姐姐我本人都有在使用。我们家呢做美妆的，从头到脚的东西通通都有。那我的好处呢，就是我先帮大家都试用过，哦，试用在我身上呢，我觉得可以了，我才会推广的，我才会推荐给各位的哈，哦。这一款呢，它就是它跟晚安面膜不一样，它就是我们洗完脸，哦，清洁皮肤之后直接整张脸贴上来的面膜。里面有分，这个是蚕丝的，这个是蜂蜜的，这个是燕窝的，还有这个是海洋的，它每一个效果都不一样，但是呢都很好用，都很好用。我们今天呢让各位抢标好不好？已经改价了是吗？已经改价了哈，一片12元哈，一片12元，左上角购物车已经改价了哈。对，你看那个 O00S97 哦 ，PPJ8 有没有？对，你们就知道这个晚安，不是，这个是韩国的 JM 面膜。JM 面膜原价呢，在市场上呢，至少都要多少？20-30块的。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让各位抢标，小帮手麻烦设一下抢标好不好？12元让你带回去，12元让你抢回去哦哈。好，我们准备设定好抢标，我们一样给前面10位朋友好不好？因为我们数量不多，我们数量不多哈。这个也是我们卖场里面的热销款，数量不多，随机发货好不好？随机发货。啊，对了，你们那个要在备注里面帮我们备注一下是直播送的哈，直播送的，不然我们仓库那边哦，他会不知道要怎么帮你发货哈。直播送的哈，好，抢标设好了吗？30秒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给10位朋友抢哦，10位朋友用随机吧，用随机哈，随机抢哦哈。好，来，大家手要快哈，3、2、1，好，开始了，12元的 JM 面膜，大家开始抢标。12元的 JM 面膜，哇，赶快抢起来，抢起来，抢起来哦！ JM 面膜里面呢，啊，有燕窝，有蜂蜜，有蚕丝，有海洋哦，这个都很好用的。它有针对保湿，有针对美白的，还有针对抗老的，抗皱的都有哦，哈。水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IPY。我们中奖的朋友们来跟我刷一下，我中奖了哈，然后一样截图哦，好不好？你到底是设几个？10个哈，10个。好 ，OK， 很多老朋友也中奖了哈。好，有中奖的朋友们呢，给我跟我打一下，我中奖了，然后记得自己要截图哦。
对，好，然后你就可以十二元带回去，好，那但是记住我们卖场要199发货，199发货，好多朋友们呢就是可以有抽到那个刚刚的那个啊，这个是行动，这个凉感哦，凉感的卫生棉再加上这个面膜，哇，基本上你就带回去两个，好，然后还有刚刚是不是我们有推荐的这个木啊液态皂的东西哈，都得带一起带回去哈，哇，今天很棒哦，大丰收哎。Okay.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左下角购物车，购物车里面呢有250折40的那个折扣券，哦，110折30，哈，512折52，好，这些折扣券呢，你也可以一起领起来，好不好？哎，一起领起来哦。啊，姐姐，你这次没中哦，你怎么会没中呢？哇，你没中。还有，等一下还有，你不要离开，待会儿还有，好不好？待会儿还有哈，还可以抢标哦哈。你看呢、哦？我们这个抢标是完真的哈，不是说来就有中，你看真的有人没中奖，我是完真的哦哈。再一次呵呵，晚一点再一次好不好？等我一下好不好？哦，好。哎，那刚刚有人点菜瘦手洗发精是吗？没错。下周还有抽现金呢、啊，下周还有抽现金这个奖项有没有？希望大家哈不要缺席，好不好？抽现金，直接过年好玩，大家抽现金呐、啊。然后人直播间买，就是还送你现金的哈。只有我们有。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瘦手洗发精。我最近的新欢是这个液态皂，但是瘦手洗发精呢，也是我每两天洗头必用的，瘦手洗发精呢，它本身呢，好，来搜一下，中奖的下单要点选哪一项才有12元哈，好，然后你就我们加入购物车，左上角购物车加进来，15，你都是做15啊，还是让他们出价？价钱没改啊？还是在15元啊，我看一下哪一片12元，来往下面哈，蓝色点滴还有蜂蜜，最下面来，各位朋友们，最下面哈，那个蜂蜜面膜还有蓝色点滴 ，Hello 小帮手，我找到12元了，不用改。这个极其特价的东西，极其特价12元，但是我们这个不是了哈，来。就是说你把它点进去，它这边是12元，你把它加入购物车，就是12元去结账，好不好？好，这样54321进知道哈，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哈？最下面啊，最下面滑到最下面，里面有12元的这样子，对，要满199元，对，199的话，好，帮你发货，好不好？满199发货。你们有在我们巴黎小姐买过什么样的商品？你可以跟我们回馈一下，你用过哪个商品觉得好用哈？可以在现场给我回馈哦哈。或者说你在使用上面有什么不清楚的，好，那姐姐在这里呢也可以现场呢直接答复你，好不好 ？OK， 你都用过，对啊，都用过的朋友，你看。是不是都知道说我们真的都是给你的都是好东西，对不对？因为呢，其实姐姐本身呢对东西的品质很要求，不好的东西我也不用啊，或者是说啊会过敏的啦，或者是什么状况的东西我也不会用啊，所以呢啊帮各位精挑细选出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刚刚有朋友是不是在问瘦手洗发精？那个在问的朋友还在不在啊？有一位朋友在问瘦手洗发精的朋友，你在不在？然后上面有一位朋友是在用，刚刚是在想要看什么 ？QQ 棉是吗、？QQ 棉的朋友还在不在？有一个卸妆棉片的那位朋友在不在？艾比，
艾米，你是要问兽首对不对？洗发精对吧？虾币没啦，虾币没啦，有人说虾币没啦，是不是？还有哦，虾币还有的哦，咸虾币100-2016。好，想听兽首，来来来来来，兽首洗发精。好，很多朋友来我们购物车换兽首哦哈。刚刚12元的朋友们都加入购物车了吧？12元的朋友们，你都截图加入购物车 ，OK 了哈。那我们购物车呢，现在换成兽首洗发精。兽首洗发精呢，它是大卖的洗发精哦。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它的由来。原本呢，它是在美发廊里面啊，发廊里面在卖的洗发精，就是呢，设计师呢会推荐给他客人所使用的洗发精就对了。里面有一只叫做孔雀，一只叫做狐狸。狐狸兽首的话呢，它是属于保湿的；孔雀兽首的话，它是叫做控油的。那为什么它叫做兽首？然后又有狐狸又有孔雀，好，所以你可以联想一下，狐狸跟孔雀它都属于动物的一种。然后呢，兽首就是动物的头，好，所以名称是这样子来的。但是重点来了哈，这支兽首洗发精它里面呢所使用的这个香应该说也是精油类的哈，香氛类的，它是什么香氛你知道吗？大家有听过潘海利根香水吗？英国的潘海利根香水吧，很多人呢在那个某红书上面呢会看到一些博主啊，他会推荐就是他用的什么样的香水。那英国的潘海利根香水呢，它就是英国皇家指定专用的皇室御用的香水品牌。这个品牌呢目前在台湾呢只有微风信义里面才有专柜，微风信义里面才有它的专柜叫潘海利根。好，那于是呢这个这个洗发精里面呢就加进了潘海利根的香水。你们知道这个香水有多高级吗？绝对出去不会跟人家撞香的哈。如果你比较我们常常会撞的通常会是那个Jo Malone的，容易撞香，对不对？已经被攻占了，Jo Malone到处都闻得到，或者是一些比较久的早期的香水，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撞香。但是潘海利根在微风信义里面呢，一瓶在100ml的香水来讲的话，起跳价都是8000块起跳，8000块起跳的香水，所以它不是一般人在消费的。尤其你想想看，能够进入到微风信义的那些专柜，它是非常高档的，它一定有大品牌，或者是它有这么大一个皇家御用的英国皇家御用的品牌，它才进得了微风信义嘛。每一瓶香水8000元起跳，8000元起跳的香水呢，我们今天把它加在这个洗发精里面，所以呢，洗个头，你会发现自己呢，整个人呢都高贵了起来。我每次在洗头的时候啊，我就会闻着这个兽首的味道，然后我会准备有2瓶，因为我们每天头皮的状况会不一样啊。如果说像我们比较累的时候，有时候头发会比较掉，有时候头皮比较油，所以我会两瓶洗发精哈，看我的头皮状况去做交替的使用。那最重点是怎样，你知道吗？它在洗的时候，我跟你讲。一般洗发精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加润丝，你还没使用润丝之前，会涩涩的，干干涩涩的，会这样 KK 卡住梳不开，对不对？这就是一般化学的洗发精会产生的状况。好，那这样子，我以前去洗头啦，或者是说我在发廊里面买的洗发精，每一瓶随便一瓶来讲的话呢，可能只有应该是说大概都100ml左右，那个设计师叫我买100ml左右的洗发精来讲的话，一瓶都要1200块，一瓶要1200块。我用的是那种割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牌子的洗发精，是很贵的。那当然就是说它标榜的就是说可以清洁头皮啦，舒缓头皮啦，或者说你有头皮屑啦，出油状况的不同的效果嘛，对不对？好，
于是呢，这个兽首呢，当时呢，就这样子呢，我们就是把它推广，拿去给发廊的设计师，让他们卖给他们的客人。这么大瓶的五百墨，他们卖给客人多少钱？每一家设计师他卖的价格不大一样，但是至少呢，都1500块起跳。哎呦，500墨1500，在发廊卖这个价钱是很正常的哦，很正常的哦。哦，你们在发廊消费嘛，对不对？你去洗发、烫发、护染发，带一个他们推荐的沙龙级的洗发精回去，一瓶1500，合理啊，对不对？合理。OK， 然后呢，他们的回馈，设计师跟我们回馈就是说，光是那个他们在就是帮客人拿这个来洗头的时候，客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味道好赞哦。好香哦，女生都喜欢香香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呢，它的那个潘海利根的香味是一般你在市面上是撞不到香的那一种味道，而且重点是它洗完之后，它的香味是很持久的，非常的持久。这个状况呢，我自己有遇过哈。比如说我晚上洗头，隔天上班，我隔天上班的时候呢，那客人问我说，姐姐，你今天有喷什么香水吗？这个香水很好闻哦。我就想了老半天，说，没有，我今天没喷呢，没喷香水，那到底是什么味道？我还想说，因为我自己已经麻痹了，那个味道我闻不到，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就是身上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啊。然后我想了半天，说，该不会是我昨天的兽首吧？我昨天晚上洗头用兽首的洗发精哦，味道居然还持续到隔天，我才知道说原来它的持久度这么好，香味持久度这么好。还有一瓶就是说我加强来帮我把那个护发素拿过来，兽首它有护发素跟养发液，全部拿过来。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如果你用一般的化学洗发精，你的头发一定是涩涩干干的，会卡住不是，对不对？兽首呢，你在洗的过程当中绝对不会有这种卡住涩涩的感觉，绝对没有，它也没有添加细鳞哦，不含细鳞哦，可是它的成分就是让好到让你的毛鳞片是顺滑的。然后你在头发呢半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毛巾擦完头发的时候，我就会喷上这个叫做头皮养护液，它是狐狸味狐狸味的头皮养护液，非常的好闻，喷在我们头皮上，让我们的头皮做舒缓，还有就是呢，让我们呢避免有掉发脱落的那一种状况。如果像你头皮本身比较敏感的，有的会长痘痘的那一种，你一定要用这一款，头皮养护液，好，然后我就喷上这个养护液之后呢，然后头发呢，我再涂上这一个免冲洗护发素，你不需要做润丝哦，洗头的时候不需要做润丝，你只要呢，在我们洗完头擦半干的时候，你涂上这个免冲洗护发素，来给各位看一下，免冲洗护发素，它不是油的，乳状的，再来已经闻到这个香香味道，很高雅，很高雅的潘海利根香水的味道，它本身呢，它是孔雀的，所以我身上呢有狐狸味，有孔雀味，那这个免冲洗护发素直接呢抹在你的头发上，抹在你的发干上是不需要冲掉的，怎么涂？来，我教各位，搓一搓之后，往你的指缝里面去搓，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呢是要去拨头发的，拨头发让你的头发呢每一根头发都能够吸收到我们的免冲洗护发素的养分，这样子哦，把你的头发当梳子梳。你看我的头发，这是我自己洗的头，我没去给人家做造型。你看我的头发就是这样梳，是顺的，我的习惯就是，当然我洗完头会这样子。再来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我们睡觉起来之后头发有一点毛躁，对不对？那我也用这个护发素去把它整个顺。就这样子，我就维持一整天，就这样子维持一整天的柔顺，要在指缝当中这样好像吸收过去，完全我手上就没有了，就让我们的头发整个吸收进去了。
这样子。这样子呢，大家才知道说，哎、欸，你的头发是真的已经受到保护了。然后更神奇的使用效果，好不好？还有另外更神奇的使用效果。好，来，使用效果呢，我会不会讲得太神奇？但是这是我亲身的经验哈。我们去吃火锅、去吃烧烤的时候啊，是不是都有那个很多味道嘛？对不对？我们身上都会充满火锅味、烧烤味。那真的不行。对。那头发一定会臭臭的，回家一定要从开始洗头啊，洗澡，对不对？换衣服，衣服要拿去赶快、哦、拿去洗，对不对？真的，不然都卡那个臭臭的味道，油盐味啊，肉味。好，然后呢，我去吃海底捞的时候嘛，哈、哦，还有就是最近常吃火锅，最近很常吃火锅，去竹间啦、啊、海底捞啦、啊，哦你哎，反正你就是去吃那些东西就对了，一定会卡味道，我跟你讲。全身都卡，就只有头发不卡味。全身都卡，只有头发不卡味，真的不夸张。我自己哈、哦、测试太多次了，我从中秋节烤肉那时候就开始研究，在测试到底是怎么样哈、哦，它到底效果有多好。那时候从那次试到现在屡试不爽，真的全身卡油烟味，就是头发不卡。它完全帮我们隔离了外面那一些脏脏臭臭的空气，就是这么神奇、哦、所以代表什么？其实我们的头发呢，已经毛鳞片都已经受到它的保护，它帮我们整个保护起来了、哦、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哦、刚刚说想要了解兽首洗发精，它的好处太多了、哦、但是呢，它的成分是真的非常高档。这一瓶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直播间、哦、我们的卖场、哦、我刚刚讲的在美发的发廊里面，他们设计师是1500元以上、哦、我们在我们的卖场是卖560块而已，只有卖560，是回归到我们卖场来开始卖，评价也非常多，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评价，已经很多人评价兽首洗发精560块、哦、今天呢，他们在卖场里面就是一瓶是560块，有没有人想要啊？有想要的朋友跟我说想要好不好？兽首洗发精有直播优惠价，对，想要的朋友们，我现在就是给你直播价，不啰嗦好不好？想要的朋友们，来给你直播价。我跟你讲，你用过好的洗发精，用过成分好的东西，你回不去。你洗过之后回不去，跟我们液态皂一样，你用了之后你回不去、哦、我敢这样说，我非常有把握。来，兽首想要、哦、俊说想要，好，来，兽首洗发精，你们想要洗发精，来，左上角购物车有上吗？有。好，兽首系列洗发精，560元的哈。好，我们今天有洗发精，还有刚讲的免冲洗护发素。好，还有没有要？有没有人想要养发液？我们的卖场哦，我现在正好点进来购物车，哇，这个还有影片哎，有影片在跑哎，我们卖场做得很好，说实在的、哦、所以可以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产品介绍的那一些影片，那加上呢，今天姐姐在现场跟你做直接的介绍哈，你会更清楚哦。有洗发精，有免冲洗护发素，然后还有养发液，你哪一支有水的吧？拜托帮帮忙。刚刚不是拿过来了，没拿，我刚刚让他们拿过来。好，现在直播间呢，560不用。洗发精、免冲洗，还有养发液。
我也还想要，上次带两组都被朋友抢走，他们也很爱。这次也有多组优惠吗？哦，好。有一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是双十一吧，双十一那时候我们有比较大的档期啦，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广告费比较大。那今天是111啦，好不好？111，好，还是呢？好，在直播间的朋友也这么支持我们哈，还是给你优惠。洗发精呢，560元。好，免冲洗护发素是799是吧？瘦手是，我们卖场是挂多少？799，没错。养发液，养发液这个，啊，你会有头皮长痘痘的，哈，还有就是有掉发的，养发液一瓶是840。好，我要给多少钱呢？想一下哈，直接下杀，瘦手，不要吓到哈，各位朋友们，瘦手560，洗发精不用。今天直接给500，直接给你一瓶500元，免冲洗护发素799，成分非常的高档啊、哦！你搭配瘦手，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柔顺，而且呢，它帮你隔离那一些臭味，让你呢隔天早上起来还是香香的，出门前再擦一下，隔离那一些啊、油烟味，那一些抽烟的味道。那一些脏空气的味道、排气管味道，帮你做隔离。好、哦，这一瓶推荐大家一定要带。好、哦，好，这一瓶799，它用量也不用很多。我刚刚你看哦，我头发这么长，我刚刚只有挤差不多5块钱铜板哦，好、哦，就这样子就好了。好、哦，它用量真的还蛮省的啊、哦。那我建议每一个人大概就5块钱左右起跳，看你的发量。好、哦，免冲洗护发素799要给多少？直接给699，没有用过的朋友，来，我今天让你用这个价钱带回去，价钱要记好了。要的话呢，要的话呢，直接把价钱打出来，好不好？好、哦，瘦手你要的话呢，你要洗发精你就打洗发精500+1或+2，好、哦，你要护发素就699+1，好不好？好、哦，然后呢，做截图哈、哦，就代表你是在直播的当中呢，直播当中就。这个价钱给你好不好？ Okay. 好，那个 Y 那个谁 E 比上次还优惠，天哪，姐姐怎么了？是啊，我今天看心情还不错。好，比上次还优惠有没有？好，因为呢很多朋友们应该还没有用过我们家的瘦手，所以我今天给各位呢算是一个好让你们体验价好了啦，请你们勇于入手体验一下，这一些用过之后，我保证你回不去。这个是今天的直播才有哦，哈啊，不要把这个价钱截图又截到我们的评价里面哈，千万不要。好，只有你们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才有这个价钱，好不好？才有这个价钱啊，评价千万不要截这个图哈。要划这个图哈，对，好 ，OK， 好，这样子大家知道了哈。瘦手，我今天呢给的价格是真的非常的吓死人的优惠，好不好？很炸很炸的优惠哦哈。好，好，那很多朋友呢进来我们的卖场哈，进来我们的直播间，那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 MPB 巴黎小姐。直播间，我们在虾皮呢是优选卖家的卖场，好，我是巴黎姐姐，每周二晚上的6:30呢，我会在这里出现跟大家哦 live 见面哦，那希望呢大家能够设闹钟，设闹钟呢就是啊告诉我们呢每周二的6:30晚上呢，尤其我们下周我们要抽现金的啊现金的活动哈、啊，一定要设闹钟设起来，下周二晚上呢。就是12月18号的6:30晚上呢，我们在抽现金，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报到，好不好？哦，好，哇，
那个静说500+2，699+2，刚好狐狸孔雀都各一，没错，聪明的小朋友，聪明的小朋友就是这样，就是你要用过了，那用过的朋友回馈你才知道说我们的产品推荐给你的厉害之处，看，你也都加二哈，对呀、啊，是啊，真的，有没有吓一跳？有没有吓一跳？真的，好，我今天呢就觉得说，大家都还蛮支持的，而且就是我们今天有新品上来，有没有？我们的洗手皂液啊，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回馈，我就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很信任我们啦，真的很信任我们巴黎小姐哈、啊，尤其巴黎姐姐呢，又怎么讲，还算老实哈、啊，还算很老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这个就是很直白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的个性啊，哈，所以说，跟我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就是我就是傻大姐一个，就傻大姐一个，好，然后呢，不好用的我也不会跟你讲，我自己都不同意的，我不认同的我也不会跟你说，哈，那好用的，好，真的用了有效果，好，像你可以像维持像姐姐这样子的一个，皮肤啦、啊、外貌啊，哈，这些有效果的东西我才会推荐给你啊，因为我自己用啊，对不对？真的，没错没错，哎，好，那你截图要截起来哦，然后呢，好，今天呢，如果说，我下直播之后，然后你还有一些东西还没买，你要一起放入购物车的，好，才会给你这个价钱哦，哈，那不要把它截屏截到我们的评价里面哦，人家会吓死说你怎么买这个价钱，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说抢标要在抢什么啊？我们要在抢什么啊？有什么可以抢？来，私密处面膜。好，来，私密处面膜。来，各位朋友们，你留着在我们直播间，就是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哈。好看的事情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就像我们抢标私密处面膜，很多朋友们不知道说，天啊，私密处怎么有保养的面膜可以用？好，那你私密处呢？平常有在用吧？字条好，私密处有在使用的朋友们呢就知道说我们私密处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使用的非常频繁的话，你更要使用它，这样明白吗？好，然后呢，如果说像使用频繁的话，你黑色素暗沉，或者是衣服内裤去摩擦的话，你更是要使用它，它就是可以帮你做皮肤的私密处皮肤的嫩白跟保湿，好不好？我们今天呢随机发送，你等到了哈，你等到了，这要点这个菜。好，我们这个今天抢标呢，私密处面膜我们给多少钱啊？原价199一片哎、欸，抢标多少钱？太扯了吧？真的假的？老板有同意这个价钱？各位朋友们，各位朋友们，这一片说一样12元给你，我们左上角购物车换一下，换了哈。这一片私密处面膜是多少钱啊？这个我们家的独家的产品，大马士革玫瑰一片是189，然后呢草本面膜229。Hello， 已经涨价了，各位朋友们，私密处面膜已经涨价了。在今年呢，所有的原物料，还有我们的人工费用全部涨价了，所以我们私密处是涨，这个是涨价的。但是要让各位体验到什么叫厉害的私密处面膜，所以今天一样12块让你抢标回去，12元啊，你自己看看这个价钱，打一折，还不到一折啊，打不到一折的让你抢标回去啊。小编快骨折了。赔钱，这个是赔钱，真的是赔钱。好，私密处面膜呢，它的用途就是它背面会有给你图示，它长的就是很大片的护垫的状况，很大片的护垫大概就是这样这么大，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哈。那如果你有除毛使用的话，那是更好的。除毛使用的话呢，就可以整个从后面包到前面，
屁屁包到前面这样子。那如果说像在大腿的根部啊，大腿根部内侧有一些朋友们呢，他会比较暗沉，就有长期穿长裤啦、牛仔裤啦去摩擦，有没有？长期坐着，所以呢，在屁屁的地方呢，都会比较暗沉。如果像有时候你穿短裤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颜色有点落差，对不对？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私密处面膜。还有另外一个对象呢，就是我们的孕妇。孕妇来讲的话呢，因为本身体质的改变、荷尔蒙的改变，所以呢会有很多的黑色素分泌，尤其是在要生产的私密处的部分呢，它会特别的黑。特别的黑，如果你的朋友要生小孩，或者是他已经是生完小孩在坐月子，或者是他生完小孩一阵子了，好，我跟你讲，你还是可以送给他这个私密处面膜，因为你可以问他，你可以问他，请问你的私密处那边黑色素是不是特别黑？绝对是的，好，绝对是的，好，这个就是女性朋友呢在生产前后身体的荷尔蒙变化所产生的一个状况，就是会分泌很多黑色素，而且颜色都非常的深。那颜色这么深呢，不管它的话，它是不会自己退掉的，它可能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就这样一直留住在你的身上，黑色素沉淀的状况就会特别的明显，那运气好的，可能3-5年就渐渐淡了，那运气比较不好的都不知道要多久。所以呢，在孕妇产前产后的私密处的皮肤保养是必须的，我们希望我们生完小孩之后呢，皮肤还是回到我们少女般的粉粉嫩嫩，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私密处面膜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它有保湿跟还有嫩白的效果。我们有两款，第一代的话是大马士革面膜，大马士革玫瑰面膜，第二代呢，它是草本嫩白面膜。它两款的差别呢，就是说，大马士革面膜呢，它是使用我们欧洲的大马士革玫瑰，这个玫瑰露水放进去的，它的味道就是很高雅的玫瑰味，有用过的朋友就知道。那另外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它是草本面膜。草本面膜它的味道是洋甘菊的味道，洋甘菊的味道就是我们在敷的时候呢，会让我很像在做 SPA， 非常的放松，所以呢，我们朋友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呢一片一片都可以使用，像我自己比较喜欢，就像其实女生你不觉得吗？我们的香水不会只有一瓶，我们的香水有好多瓶，然后看我今天的心情要喷哪一种味道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像姐姐呢洗头发也有这种迹象，我就是呢有时候用孔雀用狐狸，孔雀狐狸我说交替，这样子使用去感受不一样的味道，然后呢我的洗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呢又有最新的液态皂的沐浴液态皂，这个是偏向薰衣草精油的味道，所以你看我全身都是可以香香的，我觉得我每天生活起来都是非常的愉快，女生香香的心情就好，对不对？然后你的另外一半也香香的，男生，哎呦，我想我又跳来这里了，男生我跟你讲，身上容易出汗的，起油垢的，污垢特别多的，麻烦你要让他用这个液态皂洗澡好不好？让他用液态皂洗澡，他把你那些身上的异味洗得干干净净，让他的皮肤是滑，不要说滑，我不讲这个滑，滑人家又把它当成是那个沐浴乳的滑，它不滑，但是呢会是水水嫩嫩的皮肤。再来它去除老化角质，我忽然跳痛跳到这里，所以呢像孕妇妈妈呢，你要用私密处面膜去保养你的生产完的一个黑色素沉淀，然后一样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沐浴皂，这个沐浴皂连你的婴儿小 baby 都可以洗哦，这个专门给什么孕妇还有婴儿小 baby 哦，这个就是这么天然温和的东西，所以这两款你要送给朋友的话非常的适合，非常的适合，他家里有小宝宝，有小朋友，或者是他家里有老人家，或者他本身就是孕妇，这些都非常适合他使用。
我们等一下呢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私密处面膜，好不好？12元哈，12月，我们原价，我们已经涨价了，今天居然在直播当中用抢的。上次我就是这个送给朋友，他说超有效，才短短一个月变小白狐，八大，真的涨了哈，真的涨价了，没错，好，我们在去年就已经预告了，我们的原物料、我们的人工成本都涨，所以这一款一定涨价，所有的产品全部涨价，真的是涨了哈。啊，好，那你要去改价是吗？好，那我们等一下哈，等小芳所改的价钱哈，好，改12元哦，12元哈，然后各位朋友们准备好，等一下就要手速抢标。哎，这礼拜是哪一天？是五月天演唱会、啊。私密处面膜来讲的话呢，我已经很多档都有在介绍它了，对不对？然后今天呢，直接让大家用抢标的模式，12元让你抢回去，好，一片12元，你可以连同刚刚前面呢下标的一起结账。然后呢，就是今天如果说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也是让你方便哦，我们呢直接用截图就可以用。抢标价让你结账回去哦，所以等一下有抽到的朋友记得要自己刷起来，然后要截图哦，哈。改价改好没？现在是不是越晚越冷啊？你们家开暖气了吗？趁这个休息当中，各位朋友们，我一直要想要跟各位再说一下这个液态皂的厉害。有没有人知道液态皂是什么？我等一下再讲一次液态皂，因为呢它实在是太好用了，太天然，太好用了，我等一下再讲一次给各位，因为我觉得今天直播的时间哈，没有跟各位呢还有很多新朋友呢让你们认识到液态皂，真的是太可惜了，我等一下再讲一次。 Hello， 改价改好没啊？几分钟？一分钟哈，好，一般来讲的话呢，各位是不是比较认识手工皂还有我们的洗手乳或者是沐浴乳，对不对？这是大家平常比较常碰到的东西。好，那手工皂呢，它是属于比较固态的。好，然后呢它的产出时间会比较长，手工皂嘛，产出时间比较长。 好，然后沐浴乳的话呢，工厂在做的话，速度是非常快的，是流水线这样在跑的，所以沐浴乳、洗手乳呢，它的产出时间是短的。好，那液态皂呢？你知道我们这样子一罐液态皂要多久才能够产出？你知道吗？一样是工厂出的，大工厂好不容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大工厂愿意帮我们出，他出这样一罐，他要15天的工作天。对他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啰嗦的一件工程，你知道吗？所以我等一下跟各位说，为什么它这么难做，但是它非常好用，你用了回不去。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抢标。30秒吗？30秒抢标，来，我们各位朋友，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哈。我们现在抢标的是私密处面膜。
大马士革面膜或者是玫瑰面膜，你设在哪一个？要让他们出价。我知道，要用出价的方式啊。OK， 那朋友们，这次我们用出价的方式哈，左上角的购物车，再讲一次，左上角购物车，然后左下角聊聊，然后点一下玫瑰或者是草本哈，都可以出价12元。12元让你带回去，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了，要抢标30秒来，好，10位的朋友们，10位朋友可以抢，好不好？3、2、1，开始喽，开始抢标。好，动作要快哦，抢起来，抢起来哦。不是12，要按上面那个抢标。这个私密处面膜呢，有分口味，有大马士革跟玫瑰哈。然后等一下呢，你是点选你想要的味道，想要的味道哈。然后呢，用出价12元的模式让你带回去，好不好？好，我们结束了哈，来看一下抢标抢到的朋友们呢，来刷一下，我抢到了，我抢到了，好不好？我抢到了。IBY 很厉害呢。是哦。他都是第一名。真的哦。很厉害。IBY 非常的厉害哈、哦。好，抢到的朋友跟我说抢到了哈、哦，好，抢到了，来记得截个图哦，记得截个图好不好？然后一样用出价的方式哈、哦，有没有朋友不知道怎么出价的？有没有朋友不会出价的？这次有你了哈，这次有你了，终于中奖了哈，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哈！有抢到的朋友们呢，你居然可以把我们200多块的面膜，私密处面膜给带回去使用哦，好，恭喜你们！好，记得要用出价的方式，好，然后发到我们的后台给聊聊。啊，小帮手他就会帮你处理了。好，现在来到晚上的8点钟，恭喜各位，有没有抢得很开心呐、啊？是不是抢得很开心？我还有东西可以让你们抢，是购物车没上，太多了，这个也可以抢，眼影也是可以抢，好不好？还有没有人想要看什么产品？我先帮你先。